广岛大学在本科和部分研究生专业的报考中引进了网上报名系统。网上报名的考生优势：无需函购回邮招生简章、报名表格，可使用信用卡或在便利店直接支付考试费。系统自备核对功能，报名材料的准备更加简单方便，输入操作非常简单。在网上报名的首页中确认报名流程，选择报考类型，接着输入报考信息、考生个人信息后选择支付方法，最后在确认报名号码和系统发送的完成注册邮件后即完成注册。完成注册和支付后，只需以简易挂号信的方式邮寄所需材料即可。世界众多国家采用的网上报名已成为主要报考方式。在全球化进程的大趋势下，广岛大学也依然引进了网上报名方式。广岛大学是拥有众多本科专业和研究生科室的综合研究大学，在校生人数过万，学生规模在日本国内屈指可数，学校开展着领先水平的教育和研究活动。来吧，你也可以通过网上报名成为广岛大学的一员吧。